谷开来杀人，死刑冇佢份。两公婆都叫阿奶，今次啊真系有嘢齐齐奶啊！世界新闻网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话，英国商人海伍德被杀案完成调查，中共高层七月喺北戴河开会之前就会宣判噶啦。认罪嘅谷开来将被判死缓，但假臣张晓军就会被判死刑。消息话，王立军嘅公厕同佢留低咗海伍德尸身嘅组织对案情起关键作用，所以就算佢走入美国领事馆涉嫌叛国，但因为立咗功，加上涉及中美外交问题，都未必使死噶。据知中共高层为咗唔影响下半年召开嘅十八大，所以薄家啲案要开快车审完佢啊。